啥？你伫爸爸遐跟我哥哥听话。小小真乖啊，小龙珠阿龙就教伊个，因两个人在耍的时阵，小龙珠拢袂哭。姐姐，我弟弟就听话话。小小真正就乖，是一个好姐姐，对不？感情价一点仔代志拢无发生，咁受伤也是。你把手伸出来，迄个手。妈妈叫你把迄个手伸出来。你老实甲妈妈讲，是安怎会弄到安尼乌青？小小是好心要斗三工。不是你弄的啦。敢是？我哪会感觉你是在维护你的太太？妈妈，是我不是你，以后我才要爬山又去，提着去爬山回，还是小太一定要再给咱手套，才会使保护家己。池田太太，啊，那秀秀受伤的代志，你有啥物话要讲的无？迄个时阵，小孩搁伫个房间，啊是因为要食早顿啊。我想讲去灶脚摕秀秀的三明治，想讲一个啊尔，就甲伊甲小龙珠家己留伫个遐，是我唔对啊。确实是你唔对，你无应该干那故意卖互相卖倒伫个小龙珠的身上，就出来甲秀秀杀开，害伊去弄掉。你会知？因为庄月里有甲现场的影片录落来，传互我看。所以秀秀的手会受伤，就是因为恁太太敢那故意好心，就把我的早囝杀开，对不？我唔知影庄月丽是翕到啥，啊，不过我是惊因两个人去烫到，我绝对唔是超故意害秀秀受伤的。啊，真老是为着要报复因，你卖误会啦。你起码意思是，伊害秀秀受伤，我过来替伊理解，并而感谢伊英勇相救心。假使今日两个囡仔交换，换作是小龙珠要甲熊猫倒伫小小的身上，恁太太绝对是马上走过去甲小龙珠抱起来，让小小去烫掉，绝对不是甲小龙珠杀开，让伊去弄掉。洪安琪，讲话敢会太过偏激啦？小龙珠甲小小拢是我的囡仔，起码受伤的是你的亲生仔囝小小，你讲你为何别人的囝？赤田拓海，你嘛太过偏心啊！我猜你静静搁想想故宫，想要弥补秀秀，原来你弥补的方式就是让秀秀受伤哦。你哪安尼讲哈？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啊？秀秀甲小龙珠拢是阮的囡仔，阮拢是一视同仁。一视同仁，结果是我的早囝受伤，你哪会讲会出这么假话啊？静静就有人提醒我，讲你绝对无遐尼宽容对待我的早囝，你看。今日就是我早囝受伤倒转来啊！安琪，到底是你讲啥啦？我才想要问你嘞，秀秀拢受伤啊！你讲你无要无紧，你这爸爸是安怎做的啊？别个菜，妈妈我无爱你，为着我跟爸爸冤家，我无爱失去你，也是爸爸。秀秀，秀秀，秀秀！哦，你这个做人爸爸，还靠你这个做人妈妈啊？你这对父母是安怎，互家己的查某囝安尼遐尼伤心？爸，那是因为……啊，来来来，昨晚你哦，已经有甲秀秀受伤的影片哦传给我看去啊，代志我也拢了解啦。即马歹听话，我讲大声哦，哦。秀秀是我的秀命命心肝宝贝哦，任何人都不准让伊受到伤害啦，就算讲不是挑拣嘛，袂用的啦。院长，真话你是什么心态，你应该真清楚。秀秀是我的查某囝，我甲进路哪有可能去伤害自己的查某囝？你唔免讲到遐尼好听啦。事实是啥物？事实就是吼，你即摆这个太太。为着要照顾伊甲因前人生的囝，哦，啊，让你的亲生查某囝受到伤害，这你要怎解释啊？我拄仔跟永安琪解释过啊，这件代志不管是谁去拄到，拢会做出同款的反应。秀秀受伤，我甲静茹已经足唔甘啊，
我嘛已经替小小去处理过啊。你袂使讲因为这一届意外，就将我甲进路对小小的付出全部拢付我掉。要看一个人是毋是有在要紧囡仔，毋是干那看伊干咩人囡仔欢喜，是爱看伊是毋是有用心，好好照顾囡仔。啊，若无表面上的温柔拢是假的，你真正误会啊！啊，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。为着要表面吼，小小我受到伤害啦，咱两家哦，暂时拢莫阁来往啊，吼。啊，我无可能阁小小去带恁家啦，吼。啊，就安尼，硬硬走。啊，走啊，徛在车上啦。啊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，出去啦！来来，出去，出去，气死人呢！是的，因都像你讲。你一定是伤心的，来受委屈啦。也毋过想要甲你讲，这件代志毋是你的问题，我袂怪你。我无代志啦。啊，做妈妈的看到家己那受伤，当然有情绪啊，我会当理解。真好，多谢你。但我希望你会当卖为着我伤过多强，你的心内若有啥物袂得过，还是艰苦的代志，一定爱甲我讲，因为我是你的靠山，知无？安尼无看到阿姑甲秀秀伊呐？秀秀怎毋是住伫遐？啊，恁无听到早起的吵闹声啊？吵闹？嗯。啥物代志嘛直接讲。啊，就笑笑啦，足担心的啦。伊就想讲我目睭看无，想要甲一点糜哦，放喺我的面头前啦。想知影伤烧特别稳啦，差一点仔去破到小龙珠。啊，恁若急无，就及时甲撒开啦。啊，不过我毋知影是毋是撒了伤大啦，笑笑去弄到椅仔啦，啊手哦有受淡薄仔伤啦。小小对我这么友好，我是很感动的呢。俺翁仔某早顿吃完，就把小小送回去陪家。啊，小小敢有严重啊？是安怎奈无直接把伊送去病院啦？你放心啦，有恁阿姑阿金在哦，袂足严重的啦。啊，只是讲哦，早顿哦，食到足劳累啦尔。讲到袂说，你家己亲目睭看到的，啊，毋是为拓海啊，甲静柔的对话中哦，去编故事尔。爱讲啊，你阿妈讲的话哦，加减听就好啦。稍等我敲电话去问阮堂姐哦，安尼较准。今嘛较拜托的，若毋是我较早起床哦，恁敢会知影啥代志？好啊啦，恁两个莫阁冤啊啦。怀弟小叔无代志，也是上重要啦。叔公，我阁不哩啊介意伊呢。明明才七岁而已，算这么坏事情，看起来他们家教教不错哦。我们堂姐哦，跟姐夫哦，真疼秀秀啦。若不是因为安琪做这种选择，才无得让秀秀哦，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让我大汉。啊，希望静柔跟拓海哦，会当好好疼惜伊啊，为国较济爱，莫因为大人的自私自利，会造成心理阴影。起床起床了后，就走去灶家无用啦，到今可还袂出来，绝对哦是搁咧煮啥物物件要我食啦。我的目睭真无简单，才渐渐啊恢复。第一，我袂确定讲我是中啥物毒进前，我无可能搁冒险食伊煮的物件。阿姐，阿恁等下要去上班的时阵，阿妈会当坐恁的顺风车袂？因为廖主任交代。我今天要爱等去病院候诊。可是，阿妈，啊你一个人敢有法度？阿阿公嘞，你要放伊一个人伫厝的哦？你也是唔知影我去看阿婆啊，我若带恁阿公去，啊，伊唔是真无聊，我无法度甲照顾好啊，
啊，万不哩，伊若失控，搁再搁看无人，我是要安怎处理？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无我去甲阿公讲一声，咱就出门。小猪猪吃竹笋。哦，小猪猪啊，甲汤哦啉好了，啊我只好陪你去病院啦，好不好？阿公，你知影阿妈今仔日要当去病院哦？我耳康话来的呢，我咧早起的时阵哦，就有听到啦。来，小猪猪啊，进来，甲汤哦啉好了哈，啊我再陪你去病院哈。先生啊，我早起吃足饱，即卖啉袂落啊啦。阿婆，等我回来了再啉好无？哎呦，我安尼哦，煮规半工安尼，你一嘴都无甲我捧场，足无彩呢。好啦，你别艰苦啦。庆姐，啊，你唔是讲顶真想要食先生做诶物件？这地酸汤哦，你若搁啉袂落，尿我你啊！我屁气啊，不哩阿胖，我来捧场者。小猪猪啊！哦，我即马带你哦去病院哦检查目睭啦，啊哦小猪猪哦目睭若看无哦找无物件食哦，会足可怜的哦，惊咱来去。志昌啊，这边你卖对啦，我去做复诊哦，是要检查佮有治疗呢。你一个人伫遐，一定会感觉真无聊啦，我袂放心啦。啊无安尼好无？等又去回来了，恁两个再做伙去病院接我回来。哎呦，你一人去病院哦，我袂放心啦，我陪你去好无啦？阿公，你着听阿妈的话啦，阿妈是去病院，毋是出去佚佗的啊。我甲爸会负责甲阿妈送去病院，等志工甲伊带入去了，阮才会离开。你放心啦。看姐啊。啊！你是啉完未？是袂当走啊？还是讲，其实你无希望我的目睭会有正常？唉，虽然哦，你的目睭看无啊，啊，不过你搁摇着我的心声。有时咧想讲，你看有还是看无，对你来讲应该嘛无啥重要。啊！无你即摆来纠缠我。其实我目睭看无，想要害我，看我安怎假死。我是超工的哦。你明明知影我目睭看无，啊，你哪会把脚伸出来我打？你哪会怪我啦？爸，你搞要紧？要紧啊！紧啊，隔壁开会啊，莫迟到啊。阿强。阿强，你是要开什么会？我今仔日老要甲牡丹堂开会，讨论面膜代言人选，所以才会无法度请假陪你去病院。阿公，你一个伫厝诶，爱说你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等我你调工相片啊，怀念我煮的汤，敢讲伊已经知影，迄汤内有加料，连去病院也袂让我得，这一定有问题。